连酒都欺负我。滚开，好狗不挡路。滚开，咱们哥们跟你老半天了，你又是好赌又是好饮的，元宝银两你全不当回事儿吧？既然是这样，倒不如让咱们帮你花花吧。对呀，来，拿钱来，拿来，拿钱来，拿来，拿出来，快点，有种来拿。来，拿来了。去啊！你伤成这样，快跟我回宫治伤去吧！啊！我受的伤，我自己会处理。宁香姑娘，你不必多心。虽然在竹山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肯定是我跟杭铁生之间的事，我不会怪罪于你。这样你总可以放心的跟我回宫了吧？啊！出手救我，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帮助呢？我不知道是你。你如果不知道是你，我只会马上走，走得远远的。我真希望我跟我娘从来没有下山过，没有在那天惊扰了你的仪仗队伍，那就不会被救进县衙里去。我真希望
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宁江姑娘，你们命大，太子无恙而返了，还想多活几年的，嘴巴就给我闭得死紧。今晚的事一丝都不许露出去，打现在起眼皮子都别给我扎一下，好好的盯紧太子的一举一动，别再给我出什么纰漏了。是。夫人，奴才还有事要禀报，戴恩院那儿也出了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开心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是怎么伺候的？太子居然会气闷到在宫里待不下去，单独为服私刑。今天晚上差点就出了大乱子，栽在地痞流氓的手里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怎么了？他是不是受伤了？是不是很严重啊？皇上、皇后他们是不是都惊动了？姑妈，姑妈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！你也知道紧张啊，哼，如果闹开的话，你还能有机会站在这儿听我说话吗？姑妈，你真是太叫我失望了。你以为人人都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姑妈，能够在皇后娘娘的身边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，有身为当今皇太子的奶娘吗？要不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身为我的侄女，你能从小就被我带进宫来，细心的调教，处心积虑的为你铺排登上后座之路。哼，如今这后座在望，你更应该使出浑身解数，把握到底，这才不枉费姑妈20年来的苦心啊！是是是，我不是一直以来都谨遵姑妈的指示吗？我对天龙取义承欢，不是一直逆来顺受的吗？你做的还不够，还不够。我觉得我对天龙已经做过头了。你别瞪我，也别气我不识好歹。在别人的眼里看来，我的际遇足以让人羡慕死、嫉妒死。可你知道我真正的滋味是什么吗？我整天就像一个影子似的。天龙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喜怒哀乐，我没有自己，没有脾气，没有尊严，就连狗，狗生气的时候它都会吼，我呢，我连条狗都不如。所以你就潜入戴恩院去寻找点刺激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当时天龙在会馆附近的地方招了人家的道，结果冒出个叫宁香的姑娘，误打误撞的出手相助。看得出来天龙很在意那位姑娘，可人家却完全不领情，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就极伤心的走了。我猜呢，天龙很为他心动，可人家却是为了杭铁生而来，这时又偏偏撞到了你的手上，他同时抓走了两个男人的心，早就让你恨得牙痒痒的，你怎么可能还会放过他呢？索性你就使坏到底，狠狠地打碎了他的心。姑妈，其实我跟那个杭铁生没有怎么样啊，这是真的。我气走了宁香姑娘之后，我也不敢久留，
姑妈，你就原谅我吧，饶了我这一回，就当我是任性胡闹。我是有些不开心，在竹山还有这么一段有意思的插曲，你竟然省略了没告诉我。我以为这不重要啊。不重要，你听着，有些事我是无法明白的告诉你，可你一定要搞清楚，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，所以你一定要乖乖的听话，好好的配合。我包你一顶后冠是十拿九稳，所以现在要把你的心酸委屈、心猿意马，通通的都给抛开。熬过了这一次，等到你大权在握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，你所有的牺牲和付出都是值得的。相信姑妈，姑妈是不会害你的呀。你现在就从头把在竹山发生的点点滴滴一字不漏的都告诉我，尤其是关于那对母女，那个宁香，她还有个叫忘姑的娘，对吧？你连这个都知道啊，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就等你告诉我呀。微臣杭铁生深受皇恩，今日将启程返回竹山，微臣将谨遵圣意，不敢辜负皇上御赐尚方宝剑之深意及厚望，微臣就此叩别圣上。很好，杭卿平身，谢皇上。微臣斗胆请旨，等到武森伏法任务执行完毕，微臣当立刻回京，将尚方宝剑归还圣上。你要把宝剑还给朕？是。尚方宝剑如朕亲临，你可明白？臣明白。朕倒不明白了。朕乃万圣之尊，一言九鼎，宝剑是个象征，代表朕赐予你至高无上的权力，远远超过了你目前所拥有的。这份尊荣和珍贵，换作他人，怕是汲汲营营，唯恐不能长久。而你，竟要归还？正因为是一份至高无上的尊荣，所以微臣戒慎恐惧，不敢妄自尊大。而且微臣也心知肚明，皇上对太子殿下是爱之深责之切，故借微臣之手来挫败殿下的锐气，以收当头棒喝之效，否则微臣何德何能能够受到皇上您如此青睐。当朝文武百官中堪当大任者比比皆是，尚方宝剑微臣万万受当不起。朕承认亲自宝剑的时候确实带着几分冲动，不过朕自信颇有世人之名，而且疑人不用，用人则不疑，先前授命你翻案一事就是朕排除众议支持你的表现，所以你也无需妄自菲薄，只要是贤能的人自当提拔重用，受限于官职等级岂不太迂腐了？皇上，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辩才需待七年期，微臣不过出生之犊，经历浅薄，欠缺考验，怎敢以贤能自居？而且吴家宝一案，微臣辜负了皇上的期望，结案的十分草率，微臣正感愧疚。那不是你的错，你能平反冤案，大快人心，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，就需要你这种出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呀。敢于直言就是国之良药，
而直言之臣就是国之良医，不是吗？是，良药良医，微臣当仁不让，也时时刻刻地在鞭策自己，做到刚正不阿，大公无私。然而，人无完人，才无全才，人人都有他的优点，也有他的缺陷。微臣深切惶恐，生怕一旦力不从心时，又如何对得起皇上？尚方宝剑是属于圣人的，而微臣只是个凡人。不畏一死，不容幸生，不计不求，不卑不亢，旁妻何言平凡呢？皇上，尚方宝剑是属于圣人的，是吧？好，说得好，朕就接受你的谏言，暂时收回吧。一旦有需要你的时候，朕就随时把你召回来。皇恩浩荡，舍我其谁？微臣万死不辞。奴才请旨，与其让杭大人往返奔波，不如就让奴才跟随他回竹山，完事之后再由奴才恭奉宝剑而回吧。也好，快去快回。奴才领旨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求您保佑杭大人吉人天下，让一切都能够化险为夷。还有我的女儿宁香，大人前脚才刚出门，她后脚就跟了去。虽然她身怀奇迹，可到底从未出过远门，又涉世未深的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保佑宁香和大人快点平平安安的，平平安安的回来吧。急死了！哎呀，回来就好。啊，你受伤了？啊，快给娘看看，快给娘看看怎么了？啊，不用了，娘，你快去收拾收拾。什么？我们走。啊，走？我们现在就走。走？我们回白云观。宁香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？娘，别问了，我这好疼啊。是这样吗？啊，给娘看看。杭大人呢？杭大人怎么没回来？他发生不幸了吗？啊，他死了。他在我心里是死了。哎呀，快把娘急死了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快告诉我呀！娘，我求求你别问了，我们走，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，现在就离开这个地方，我求求你。好吧，娘听你的，我收拾，我收拾。我马上去收拾。你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？铁生又不在，我还摆他干什么？
铁生啊，你可得好好给娘回来，听见没有啊？没事没事，哎，瞧我这笨手笨脚的，嗯，哎呦，谁不偶尔这样的？您就别动了，让小的来收拾就行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啊，我记得燕青说过，要是一不留神啐了点什么，弄不好就是个征兆。我刚才正想着铁生呢，一不留神就把这碗给啐了。你看看这些碎片，弄不好是个卦象呢。有道理，哎，那小的赶快把师爷找回来瞧瞧吧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我前几天刚跟他说过，他要是再敢给人家断一个字啊，我就把他的嘴缝上；他要是再扳着手指头算呢算呢的，我就把他的手指头给剁了。我现在怎么好意思开口去问他呀？哎呦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啊，那就让小的开口啊，那不也是一样吗？哎呀，你太聪明了，真没白救了你啊。那我先进去躲躲啊。哎，快去躲躲啊。等一个冷，等一个冷，等一个冷，等一个哎，阿宝阿宝，哎，师爷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啊，师爷早，您来的正好。听说师爷对这个算命卜卦很有一套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只不过是有点心得，哎，略通一二。哎呦，师爷啊，你就别客气了。刚才小的呢，心里一直惦记着杭大人。嗯，所以不小心呢，就把这碗给打落在地上了。哦，哎，师爷，您说这个会不会是一种卦象预兆什么的呀？嗯，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，快，您过来瞧瞧，快瞧瞧。哎呀，不妙啊！不妙啊，这太惨了。哎，你看看啊，此乃困顿之象，上面一个对卦，下面一个坎卦，这合起来呢，哎，这叫泽水困呐。哎，此乃困顿之象啊，遭人冤枉却无人相助，受人欺负却百口莫辩，哎，简直是困扰至极呀、啊，是四大难卦之一呀、啊！这有这么糟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来看看，这月卦代表的是池塘，坎卦代表水啊、嗯。你想想，这池塘在水之上，池塘里头能有水吗？肯定是一路干旱下去，毫无希望啊！啊，那就连那么一点点好都没有啊。嗯，这月卦嘛，还多少有点喜悦之象。哎，喜悦好啊，喜悦好。可是这代表自己的坎主落陷啊，这分明是身处困境之中而不自知，还怡然自得，这分明是不知死活嘛。你这个死乌鸦！你这个臭乌鸦！谢大娘，您别生气了，这实在怪不得师爷，都是小的错，刚刚什么都别问就好了。
县大娘、陆先生如晤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承蒙盛情照顾，恩同再造无以回报，望姑实在惭愧难当，只有等来生衔环结草再报，请原谅我们的不辞而别，望姑母女拜别。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虽然相处时间不长，但是共度那么多事情，就这么不辞而别了，这未免太绝情了吧。而且为什么写望姑母女拜别呢？宁香明明是追着铁生进京去了，难道他回来了？那也应该知道铁生的消息啊，好歹也告诉我们一声啊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铁生出事了，宁香才会偷偷跑回来，带着望姑走了。金大娘，你别哭啊！不是，他们母女绝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这不都应了你的卦了吗？心怡，我求求你啊，你千万别难过。我胡说八道，这个破碗它怎么能算卦呢？心怡，我乌鸦嘴，我不该瞎说，我瞎说。管你们都滚了，你别哭了，你们滚了，滚呐！天生，什么？要我去向父皇认错，我办不到。这等于是叫我承认小鬼叠了金刚，让朝野一致看笑话，将来我怎么抬得起头来？你这回输掉的岂止是面子啊，如果再不用心扳回的话，难保把你这个太子的头衔也给输掉。殿下不见，那想要飞的总是先把翅膀给垂下来，那想要跳跃的总得先把脚给弯曲起来。为了进，有时就先得退；为了得，有时要先得失啊。坦白说，那杭铁生也是块料子，你在竹山的时候也试图收拢过他，不是吗？既然不能成为助力，那就是阻力，而且日后绝对是心腹大患。你还打算把精神都浪费在赌气上头吗？请殿下打起精神来吧，咱们的手上已经捏着杭铁生的小辫子了呀。小辫子？什么小辫子？快告诉我。前几天晚上，雨山奉命潜入会馆，下药迷昏了杭铁生。本来的计划是雨山护主心切，现身恳求杭铁生放你一马，闹得他落个假冒伪善，百口莫辩。结果闯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这倒是神来之笔呀、啊！他变成了最佳的证人。谁啊？宁香姑娘。宁香、啊，殿下碰到他的那天晚上，正是他目睹雨山和杭铁生共浴的情景之后，大受刺激，伤心欲绝的时候。现在误会的种子已经入了土，它会慢慢的生根，一旦时候到了，这件事由宁香的口中指控出来，这岂不更胜一筹。殿下，我不知道是你。你如果我知道是你，我只会马上走，走得远远的。我真希望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宁香姑娘，原来她是为了别的男人失魂落魄，难
会失手。咱们的眼线已经一路从京城布到竹山去了，不但让你知己知彼，京城里更有咱们的呼应帮衬。哎，你就放手的去干吧。几天不见天龙，不知他背上的伤如何了。儿臣叩请父皇圣安，这几日来父皇不肯接见，儿臣心中好不安，别无他法，只有在此等候灭圣。儿臣知错了，请父皇不要再生气了吧。受的只是皮肉之伤，流点血算什么？父皇的伤在心里面，流的是看不见的血。父皇，父子毕竟是父子，我为您奋不顾身，您恨不得以身替我。这份温暖亲情已经止住了我的血，请您也止住了好吗？殿下，当真不需要传唤太医吗？不需要了，倒是那些年久失修的假山该好好的整修整修了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儿臣有个请求，希望父皇能够恩准。起来说话吧。是。儿臣希望能够再次前去竹山，不为别的，只是想到孙家去，在孙老夫人灵前上一炷香，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。你这是真心话？当然了，请父皇相信儿臣。这几日来，儿臣心里深深受着煎熬。其实，儿臣怎么会不知错呢？那严冠伯知法犯法，已经够叫儿臣恼恨的了。偏偏武森武刚两兄弟又这么不成才，简直叫儿臣无地自容。父皇，如果儿臣心中没有正义，没有是非曲直的话，又怎么会在罪证确凿之下愤怒地失去理智，一刀杀了那严冠伯呢？我承认杭铁生是个难得的好官，可态度也未免太硬了。我也是死要面子放不下身段，才会跟他闹得不可收拾。但终归一句话，都怪儿臣用人不慎，自食恶果，如今一切悔之已晚。可我痛定思痛，觉得该补救的地方还是有的。若我不诚心表态，在孙老夫人灵前忏悔，以朝廷对待忠烈之后尚且如此薄情，将来怎么取信于民呢？朝中文武百官，又有谁会尽忠报国、誓死效忠呢？好，说得好极了，能听到你有这番领悟真是太好了。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啊，你能选择前者，朕欣慰，朕真是太欣慰了。这一次朕之所以选择了较严厉的手段，无非是希望你深刻汲取教训，
天下之乱，系于用人，用人关系着国家能不能治理得好，这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所谓一叶闭目，不见泰山，只要一片叶子遮住了眼睛，就连泰山都看不见了。你想想看，能不慎重其事吗？是，父皇教训的是，儿臣会谨记父皇的教诲。还有那杭铁生，是个难得的人才，真希望你能捐起成见，跟他好好相处。要知道，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汇集的地方，正因为它处于低下的位置，虚怀若谷，谦冲自牧。为人君者，要以德服人，服天下，才能屹立长存呢。那么，父皇是答应儿臣的恳求了。人不贵于无过，而贵于能改过。你有心向善，朕能不支持吗？儿臣叩谢父皇。来，起了吧。谢父皇。朕等着看你的表现喽。我已经从县太爷变成臭小子了、哎、啊！臭小子，算你聪明，哎、及时赶回来。要是再晚几天呢、啊，您呢就靠边站喽。真是失礼，把公公给冷落了。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内侍省大总管万有乐万公公。哦，这位是家母，这位是我的师爷陆彦清。失礼失礼啊、不好意思、不好意思、拜见万公公，拜见公公。好说好说，难怪这一路上庞大人归心似箭，马不停蹄啊。大家现在总算明白是为什么了。哎呀啊，原来真有个万公公啊。什么？万姑伯母不是瞎说的。哦，对了，宁香和伯母呢？如果能
站在天上往回看来时路的我，某一个拐弯处两颗心多痛，结局很意外，伤心人很多。爱情告诉我什么都别说，时间是敌人，我不是对手，我一个人也可以活。爱情告诉我世界太辽阔，我没有消息你会不会偶尔也想到我，你快乐不快乐。往回看来时路的我，某一个拐弯处两颗心多痛，结局很意外，伤心人很多。